华南金前11个月税后获利突破了120亿元，全年将会创下历史新高。那么董事长刘登成看好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以及海外分行的贡献获利比重将会超越 30%， 再加上提存金额减少，明年获利可望优于今年。感谢收看，再会。